大家好，我是小爱，我们今天终于来逛我妈妈心心念念的宜家了。对，我们那里都没有宜家，我超级想逛。在这吧，在这儿。你期待吗？你小爱？不期待，都是沙发家具。谁跟你说的？还有很多很多东西，小孩子用的东西。走。哇，你们看这里面休闲的人，都在这儿睡觉呢。我们等会儿逛累了，也可以在这儿睡一会儿。吹空调。嗯。跟你长得很像。我想要。谁让你买啊？这里的沙发还是怪舒服的，就是都是小户型的。我们看一下啊。看啥？走走走，不要打扰别人休息。这是在干啥？啊，打游戏。好专业啊，好专业的样子。就是没鼠标，那鼠标哪儿？啊、哦，你在这儿体验啥？这是办公室白领的。办公室都是白领。这个是网络少年，网瘾少年。有小孩说他很喜欢这种风格。你喜欢这个啥色？这不就是特别简单的一个风格吗？是怪好看的呀。你小孩喜欢你小空间的是吧？你小孩。很安全，很温馨，是吧？我们回去再把家里重新装修一下吧。给你搞个小隔间吧。啊，把我们的楼上那个厕所给你。啊，对，那个厕所都能装成这个样子。对，跟这个差不多大。这个方案也很便宜，要不要？不要。厕所那个马桶，马桶给你改装成一个凳子。知道。看看，哦，全是儿童房。这可以钻进来呀、啊？啊？哇！来，咋出去啊？你看，又是一个小小艺术家。看这儿童房，哇！我小时候就没有住过这样的房间。我也想要。你也想要？你现在还是儿童不？是的，江豚微笑守护者，这个可以。这个床有点小。干啥？我想要两个。你自己看吧。小花。这个像小花？嗯。这不像。这是个老虎。这个不是，这个才是老虎，这个是小喵，它叫麋鹿，麋鹿。对，麋鹿了，找不到家了，找不到家了。你小孩又看上这些毛茸茸玩具了。我有一段时间很喜欢，我现在对这些毛茸玩具不感兴趣了。咦，可好看？都还可以，只能选一个。你小孩很想养一只火狗，但是呢，已经有两只猫了。你刚才不是玩了吗？要不要要这个吧？不要就算了，走。这个黑狗，这豹子，这豹子，嗯，这不黑狗吗？那个才是豹子。这小小的个。这是一个大象抱了一个小象。那个跟这个，你喜欢更倾向于哪个？那就要这个吧。起个名叫啥？先不取名吧，回去给他们两只猫玩。看看这个人，看这个还看了半天。这个啥好看的？太好玩了呀！小时候刘璇没有玩过这种玩具，看看个吧，童年知道吧，不能让他有缺憾，要啥买啥，不然等长大了就觉得童年。做得很好，做得很好。买。刘璇，找一下有没有饭盒，给你买个饭盒。是啥？饭盒。这是哎，假的，我要真的饭盒。这两个幼稚鬼，幼稚鬼。你喜欢他，我们要送给你。原来是个模特。你在干啥？相中这个碗了？嗯，这个装面条，刚好能吃饱。啊，比较适合面条哥，每天吃一碗，可以吧？适合你爸爸吧？我们家真以后都买这么大的碗，每个人要吃一碗饭。用盆吃，用盆吃，就一碗。用我们那个泡澡盆吃。爸爸还逛上瘾了，你娃子逛不动了，逛不动了。来，你转。爸爸让你坐里面去。走。OK， 这里实在太大了，逛不动了，逛不动了。大城市虽然好逛，但就是有点累呀、啊，好累、啊。喝个奶茶都要等30分钟，直接不喝了算了。我们小地方虽然小点，但是干啥还是方便一点，是吧？